帷幕拉开，舞台之上，我们是老妪，是孩童，是国王，用默契驾驭着各种古怪的体态。畸形的狼狈终究不容于大雅之堂，只会被打落街头。不再是无人可依的弃儿，戏谑的孩子，悲观的母亲，寡言的父亲。一场呈现家庭破碎的剧目，只求一个答案作为回报。你见过我们的父母吗？每个答案都会在寂寞里。